Clockman 系列作品预计于2020年2月中开始服务的 Clockman Home 是以所有的宝可梦聚集的场所为概念设计而成的云端服务辅助城市。设定并完成绑定任天堂账号 Nintendo Account 以后，就能够让 Nintendo Switch 与智慧型手机共享相同的宝可梦储存箱，可以更加容易完成宝可梦的安置，或是带去与其他支援本功能的软体进行联动。其他特征还包含像是与 Nintendo Switch 版精灵宝可梦 Let's Go、 皮卡丘、伊布、宝可梦、剑、盾之间的联动功能，使用手机版的 Pokemon Home 能够进行各种宝可梦的交换功能，提供用户活用各种功能的服务项目。